这些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，同时又有很高的觉悟，一旦上海失守，我可以带领他们马上投入工作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有顾队长在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问你，你能搞到机票吗？到广州、到香港都可以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一个亲戚在龙华机场待了好几个晚上了，就是挤不上飞机。 对不起，特派员，我搞不到机票。进来。下面的事儿我哪管得了？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。是。特派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说二厅出了内鬼？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！这外面恨不得大半个上海的人都说自己是亲共分子。 二厅有内鬼，是谁啊？小军浩，我这个人把厦门屯兵的军事机密都带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得马上赶往机场。上海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多待了。帮我接龙华机场。 我是保密局顾商局，夏雨竹现在人在哪里？顾队长，我们也在找夏专员呢。孙探长还在机场等他一起飞台湾呢，这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可人到现在还没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哎，顾队长，喂，顾队长，长发，你真不打算和我们一起走啊？
宇卓，你来了。大政委，刚进城，千头万绪。哎，你看，你的办公桌就在那儿，以后你就在那儿办公。谢谢白政委。这是顾双菊制定的战办以后保密局潜伏计划人员名单，这些人都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。宇卓，你的这个情报简直是至关重要啊！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。 就是要把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铲除掉，只有这样，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宇卓，来，俊浩的事，我都听说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也就告诉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。对不起，白少尉，胜利了，我应该和大家一样高兴。 可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。你的心情我都理解。俊浩毕竟是你的爱人，你们一起参加革命，你们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最为珍贵的。那是因为我在牺牲。 都是因为我，别这么说，一柱。今后他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你一直活在自责里。今后他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了他。 双菊，一路上没有人跟着你吧？这个你拿好。干什么？ 到处都是解放军，咱们走吧。你哪来的船票？我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好不容易搞到这三张船票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我不能走，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。
我们赶紧去把双菊。你出去看看现在的局势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你还想靠这些东西完成你所谓的任务是吗？你想藏在这里躲一辈子吗？听哥一句话，赶紧接上重生，我们走，行吗？ 你俩什么关系？哦，这是我妹妹，这是我外甥。走吧。谢谢长官啊。走走。好了，我们休息啊。好，回吧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这一走，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家了。家，我们早就没有家了。双菊，我真的挺羡慕咱们以前的生活。在武汉，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安安稳稳过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你一点政治都不怕，谁当家我们不是一样过日子？哥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成王败寇，我们输了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 白政委，玉竹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怎么样，玉竹，对新的工作还适应吗？白政委，解放了，地下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天天待在这办公室里，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 现在不叫地下工作，是秘密战线。现在大部分地区虽然都已经解放了，但是现在情况很乱，敌警特务很多，所以秘密工作仍然很重要。可是抓特务，有公安总队和剿匪大队，我好像都变成一个闲人了。 余州同志，进来。白政委，舟山情报站发来消息：我们在台湾的同志刚刚得到一批国民党的秘密情报，需要我们派一名同志去取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告诉他们，我马上安排。是。你先等会儿。白政委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你说，我请求去台湾取回这批情报，请组织批准。玉竹，这个任务很危险。
国民党刚到台湾，现在对登岛人员控制得很严，并且现在岛内正在对我们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排查。前一阶段刚刚传来消息，我们在那边的一个地下党组织被破获了，形势非常严峻。白政委，我了解国民党，了解保密局，所以这个任务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，解放台湾箭在弦上，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刚刚归队不久，你要去了台湾，和平怎么办？新中国虽然就要成立了，但还有千千万万个军号，千千万万个和平。如果我的一点付出能够让他们早日享受到胜利，享受到团聚，那我这一点点牺牲，算得了什么？ 抓紧时间准备准备，剩下的事情我会替你安排。李珠，我们等你胜利凯旋。谢谢白丈人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哇，好香啊！ 红烧肉，快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妈，今天是啥日子啊？怎么烧这么多？我明天要出趟远门，给你多做点菜，自己回来热着吃。妈，你又要去哪？工作上的事情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你呀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别一天到晚只顾着踢球，功课要按时完成。哦。傲什么傲？ 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洗了手才能吃。妈，实在太香了，快给我来一块我尝尝。小心烫啊！好吃吗？嗯，我妈烧的红烧肉，简直是无人能及。 白政委，君浩，君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，快坐，快坐。白政委，说来话长啊。
那天我被子弹击中落水之后，被水冲到了下游，幸好被当地的一个老乡救了起来。但是当时子弹从这里一下打穿了，我昏迷了一个多月，连我自己都以为这次肯定是死定了。可没想到，那个老乡他会中医，他一直在帮我医治。后来解放军进城，老乡又害怕战火，就带着我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转移到了广州。这不，一待就好几个月。 现在怎么样？这身体都痊愈了没有？您放心，完全康复了。好，好啊。白长官，玉珠他人呢？哦，玉珠啊，去台湾执行任务去了。他去台湾了？他去台湾取一份情报回来。不过用不了几天，他就该回来了。行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。 这就叫阴差阳错，好事多磨啊！雨竹要是回来看见你，他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你们小两口太不容易，总算是能够团圆了。是啊，白长官，我在来时的船上就对自己发誓，这一次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要跟雨竹分开了。好，我这就向组织上打报告。 让你们两个都留下来。谢谢白长官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俊浩同志，我代表组织欢迎你。边狗啊！ 夏小姐，韩诺，夏小姐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是特别通行证，上岛的时候盘查的很严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回来的时候还住这间酒店，到时候我会送传票过来给你。 姑娘，您好，请问这是中义路吗？对对对，中义路。我记得中义路上有一个光明眼镜店。光明啊，这就是光明眼镜店。可是前两天呢，关门了。关门了？这不是国民党来了吗？到处抢占民房，这一带呀都要归政府，限期腾空。那您知道这个光明眼镜店搬到哪儿去了吗？哎呦，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。 要不您再上别处呢？好，哎，谢谢您啊！哎哎哎。
谢谢你啊，这里除了这个山岭路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岭的路啊？哦，还有一个叫东岭路，不过离这里很远哦。东岭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卖凤梨哦，卖凤梨哦，新鲜的凤梨。 哎，你妈身体怎么样了？嗨，这两天天气太热了，她还得休养几天，我得回台南去看看她。我6天就回来了。好，这个。哎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打烊了。老板，我想加急配副眼镜。怎么配？左眼镜是200，散光100，右眼镜是150，散光100。 加急是要加急费的，加多少？2块。好。行路，打烊。好。好在是有惊无险，最近国民党查得很严，你到我这儿来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，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，部队正在削减裁员，重组合并，这一阵子人心惶惶的。 本来可以搞到手的情报拖延了，我们现在只搞到一部分兵力部署，整个城防计划还没有拿到。我们的内线说还需要几天时间。好，没关系，潜伏工作瞬息万变，反正我都已经来了，那我就多待几天。我要向组织上汇报你在这儿的情况。请组织上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 我一旦拿到情报，就会迅速的离开台湾。好，到了，小姐。谢谢您啊，辛苦了。不客气。 就住在这附近，我没想到这么巧，在这儿还能碰到你。这边天气热，喝口凉茶，去去暑气。别忙活了，快坐吧。你们到台湾多长时间了？快3个月了吧。人生地不熟的，吃的、气候，哪哪都不适应。玉茹小姐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
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我不管你来干什么，赶紧回去。国民党现在到处抓共谍，抓到后审都不审，直接枪毙。你在这多待一天，就是多一天的危险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待太久的。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就住在隔壁街的顺心旅馆。重生和双菊呢？重生现在跟我住，吃了晚饭应该上邻居那玩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双菊在外边租了个地方，离单位近。他还是老样子啊。是，他一个月不见得来这一次，好歹也是重生的妈妈。我看他跟那个肖成碧简直一模一样。别这么说，他心里是爱重生的。长发，帮我一个忙。玉茹小姐，你说。不要告诉双菊我来了。我知道。还有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是怕会给你惹麻烦。我就是个小老百姓，我没事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长发，你多保重。哎，雨茹小姐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当年你放在我那儿的，我从上海走得太匆忙，没能给你。当时想的，这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你。你把它带回去吧。长发，这是给你的，哪有还回来的道理啊？再说这些年又是战乱又是饥荒的，你还存着它干什么？这本来就是小姐的，我替小姐保管，我能替小姐做的事儿，我高兴。先给你拿着。我不用，我带着重生过得挺好。你一个女人不能没有积蓄。这个我拿着，剩下的你留着，我了解双菊。即使有一天他成了少将，成了中将，他也不是为了钱。你们刚过来，日子肯定不富裕。这些钱你拿着，好好讨个老婆，做点小买卖，好好过生活。总不能一辈子一个人过吧？和平也大了，我一个人用不到什么钱。君浩少爷呢？玉珠小姐，君浩少爷他没死，你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君浩少爷他没死，我在回去的时候，我听说一个老乡把他给救了。长发，来给我吧，别送了。
你多保重。玉珠小姐，你也多保重。回去见了君浩少爷，给他带个好。会的。哟，重生。重生。看谁来了。重生，快来，让干妈看看。哎呀，我们重生长高了，也长壮实了。重生天天念叨着，他干妈什么时候来看他？重生，爸妈也想你。重生要乖乖听话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干妈该走了，跟干妈再见。重生再见，多保重。你也是。重生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报告。进来。主任，找我什么事？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啊？想想当初抗战胜利的时候，万众欢腾，把老蒋当成了民族英雄。谁能想到，没过几年时间，就被共产党赶到这小道上来了。主任，失败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有朝一日，国军定能反攻成功。我们总想找到共产党的弱点，但是却没想过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是腐败。对，但这只是原因之一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是什么？共谍太猖狂，他们无口不入，我们的作战计划无一不落入他们的手中，如此作战焉能不败？我们前脚来到台湾，共产党后脚就跟过来了，在大陆的时候就被共产党搅得鸡犬不宁。在台湾，我们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。主任说的是，清查共谍是我们保密局工作的重中之重。顾双吉，你的忠诚一向被上峰看重，局里决定由你主抓这项任务。是，坚决服从命令。眼下有个具体任务，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去最可靠。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国防部的刘庆仁有共谍嫌疑，撤退的时候他积极要求来台湾，现在他多次主动要求到前线视察，行迹可疑。你马上组织一个小组，密切监视他的行动。是。处长，刘先生出来了。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他，绝不能让他脱离我们的视线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
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，尽是那些记忆，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，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，爱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，体会梦的曲折，百转千回无所谓，勇敢绽放有多美。Cheers.